各位十方善知识，大家恭喜！啊，今日是庚子年正月初一，金气发财，年年春。啊，我咱今日啊开始咧。咱的国家，咱台湾会更加平安。咱台湾仰仗着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大天尊的加持祝福，啊，咱在。家的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咱也感恩着张安威罗，咱真侪单位啊，国家的安全人员、官员啊，国家的。警察、军人啊，相关的单位的先进代表、官员等，甲咱国家平安平安，咱才有迄个机会，伫厝享受到一家的团圆啊。所以咱。真正感恩着国家，感恩着咱的安全人员、警察单位的老大哥，社会的安全是咱每个人拢有责任，除了自己守法。以外呢，咱嘛是真正需要到真济人啊，牺牲恁的享受来维持着社会的安定。所以咱大家爱饮水思源，安尼。人生才有意义，所以今日庚子年的正月初一，啊，大家欢欢喜喜，佚佗一天回来啊，啊，放轻松，但是咱莫咩。未记哩，相关单位的安全人员，甲牺牲啊放假的好朋友，那么咱会当过着平平安安。会好过年，台湾平安，好过年。啊，这是王禅老祖赐予咱的，诸天圣神佛菩萨赐予咱的。以外呢，一件真重要、真重要的，
都是咱的列祖列宗的慈悲的爱啊，保庇咱家家户户，中华民族15,615姓，列祖列宗的子子孙孙，拢会当和谐。无论现在你在台湾，台湾头、台湾尾，在海峡的大陆，任何所在，或者在东南亚、世界各国，拢同款，拢是受到列祖列宗的保庇。啊，只要列祖列宗的保庇以外呢，咱爱家己保庇家己。啊，家己的善良的心、善念，才有法度保庇着家己。所以今仔日是庚子年的正月初一，乾为天，飞龙在天，九五至尊都是咱的良心。啊，所以今年在日空日空正月初一，啊，中华民族联合制作大典。啊，咱的制作总会，由总会长吴鸿基先生，啊，以及咱的制作总会李干事及秘书长，啊，任秘书长俊伟，配合着咱卫星电视台的采访，实实在在，咱的人性的光辉的真实面。啊，咱举办着第四段联合制作大典，所以联合制作大典的真实意，这是世界和平，这是天下太平。对今圣源、圣源啊，以及台湾世界消灾化劫，真重要的天命甲任务。所以为什么信教？为什么电视台？啊，实实在在的记录社会的好现象，尤其本卫星圣教，啊，5000年来的第14段联合制作大典，在南口大体育馆，啊，由世界各国有缘的拢倒来制作，台湾。咱的各界来制作，无分你，无分我，无分人，无分力，啊，咱完全拢是三祖的子孙，本来就是天下一家亲，所以这个好的开始，啊，一只呢，报道予各位了解。大家共同来祈求，啊，咱的龙天护法保重生，化解干戈释天惊，也愿人心相疼爱，同意世界永和平啊！这是咱的本愿，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啊，世界真和平，是咱的本愿，啊，一只。祝福到大家，哈，咱的新春快乐！
代万里兵，演过星空妙地线。中华三族儿女同胞们，经过十三堂的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列祖先灵仰仗天威，祭王禅老祖、诸天圣神佛菩萨慈光接引来区台湾净土维新圣教总坛八卦天心妙莲台端坐共修，慧心慧灵皆已圆满，故尊天法旨举办第十四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以天下一家亲的法喜心手相连，共创两岸真和平，直至永恒。当下此时，2020年1月1日，特以歌舞升华，圣乐供养，渤海欢腾，天人合一，以为维新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及中华三族儿女代表表达心声，以尽大孝之道。今日林口乐林园乐团共70余人，以传统北管乐曲《大满足》来供养列祖先灵，借由和乐的曲目，将列祖列宗的心灵归于平静祥和，进而转化世界和平。现在请大家掌声欢迎林口乐林园供养列祖先灵，共祈世界永和平。
请大家热烈掌声，谢谢林口乐林园精彩的演出，以天乐供养主灵。各位三族儿女代表们，祭祖时间已到，我们大家都在列祖先灵座前，诚心恭请维新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主席慧严禅师率领维新圣教义经大学法师74位、讲师158位等升坛，以宗教法仪招请列祖先灵光降大典会场，天人合一，同享天人法界，心手相连，共转世界和平大法轮于当下。请三族儿女代表们站起来合掌，恭迎大典主席升堂。现在恭请大典主席暨法师讲师以修行之法仪带领当下36000众一心奉请主灵光降坛城，请大家合掌静心跟随，奉请各位堂上祖先列祖列宗圣灵来区大典会场，受纳祭拜供养，心开意解，皆得往生极乐净土。Oh.
一拜。
各位三祖儿女代表亲友们，现在15615姓氏列祖列宗圣灵，中华民族917位天子帝王朱眷灵，秦朝徐福东渡日本以来124位天皇朱眷灵，蚩尤后裔朝鲜202位天子帝王朱眷灵，皆以仰仗王禅老祖天威，
即南天三十三天，玉皇大天尊，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以光降坛城。我们以虔敬之心，恭请大典主席带领大家奉献供养香花果馔。供养馨香，请奉香。一拜。愿我列祖列宗万灵皆归心。再拜。愿我列祖列宗成就皆成佛。三拜。祖列宗圆满登极乐。供养莲花，奉莲花。一拜。愿我列祖列宗见花开心莲。再拜。愿我列祖列宗见花成正果。三拜。愿我列祖列宗见花见佛陀。供养圣果，奉果盘。一拜。愿我列祖列宗受纳佛圣果。再拜。愿我列祖列宗受纳共圣果。三拜。愿我列祖列宗受纳成正果。供养斋馔，奉馔。一拜。愿我列祖列宗来时机去时宝。再拜。愿我列祖列宗享法缘纳妙供。三拜。愿我列祖列宗无积食永幸福。各位三祖儿女代表亲友们，祭祖文的真实意是用馨香上达十方法界天宫净土，以修行的威德奉请列祖列宗圣灵光降祭祖坛城，由大典主席恭读祭祖文，表达心声，为大众祈愿。现在恭请祭祖大典主席上混下圆禅师恭读祭祖文，请大家合掌共同祈祷。回信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第十四坛祭祖文，恭维阴阳日月对众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为夫子，一出天下定爱明，灵山会祭曰：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圣，加持灌顶见太平。
名。我以至诚之心上请大慈大悲蓝天三十三天玉皇大帝，大慈大悲维新圣教教主黄灿老祖，大慈大悲台湾第一代台湾祖师，大慈大悲药师金母大天尊，大慈大悲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大慈大悲中华先祖轩辕皇帝祖天尊，大慈大悲中华先祖神龙炎帝祖天尊，大慈大悲中华先祖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大慈大悲大悲任系开天九大菩萨，大慈大悲诸天圣神活菩萨，今为南瞻部洲中华民国台湾净土维新圣教宗主本年禅师，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族之元荣，修行维新圣教圣华，自2004年1月1日在台湾净土生禅，举行第一次第一堂联合祭祖法仪，邀请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中华民族改朝换代917位天主帝王总统总理朱建龄，中华民族秦朝时期东渡日本徐福真人以来124位天皇朱建龄，中华民族蚩尤后裔北移韩国朝鲜半岛桓雄天皇以来202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龄，中华民族5000年来3762次大小战争王室军民怨灵，地球世界816次大小战争王室军民朱建龄，以当下2020年1月1日
未时期在台湾林口大体育馆继续深谈第十四谈，祭祖法仪，依宗教法仪招请列祖列宗先灵，来祭祭祖大典坛城，静心听闻三祖儿女代表心声，表达爱好和平，心声曰：中华，中华，伟大民族中华，列祖先贤历劫千秋万年，战争3762次，王室列祖先灵无量数，方有今日15615姓氏祝福，至今荣未止息，只会列祖先灵所愿。当下此时，不念尊天法旨，拜为今贤士侯会三祖儿女大众，在此当下顿悟灵性之尊严，故三祖儿女代表36000众诚心祈愿列祖先灵共发菩提心，祈求龙天护法保护张生，心所相连，以为本愿，以为大孝之道，一心奉请列祖先灵回归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三拜，一拜，再拜，三拜，当下祭祖完毕，奉送万灵转向盘积山三宝寺，回敬圣殿七永日佛系大法会，供养圆满后，奉送回归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后至成就佛果位，以了脱生死，无复沉沦生死之苦，三拜，一拜，再拜，三拜，当下以香花火串斋食供养，来时机去时宝，并以歌舞升华，名扬两界同欢，
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共创天下一家亲，世界永和平。三拜一拜，再拜，三拜。上来尊请上梁见闻，天下太平，维新圣教，创教宗族，昆仑禅师，维新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会长吴鸿祺，会长替所有三族儿女普惠大众叩身，最初己亥年，中华民国109年1月1日，西元2020年1月1日，叩身。一拜，再拜，三拜。各位三族儿女代表亲友们，大典主席及法讲师已经依修行法仪，奉请列祖列宗圣灵光降祭祖坛城圆满。现在我们奉送主席及各位法师回座，再由各界三族儿女代表各行各业升坛祭祖供养，共其心手相连，共创世界永和平。宋江